跟你们说什么？近期呢，我就给你干扰我，干扰我呢，因为什么我要阻止他呢？如果假如他的对面给人家他的孩子买了他打麻将啦、宵夜啦、卡拉 OK 啦，什么都有，打开人门哦，哇，吵得要命哦，你二手烟都要我们逼我们自己要闻着，即要帮他闻啦哈，咁啊，然后呢，你看，系嘛，孙志星也是吵过来，不是。因为你们关联们都听到那种声音的，对不对？哇 good idea！ 因为什么？我后来经过两年才发明的，没办法，因为我要阻止他。如果他的儿子将你卖了给他的儿子的孙，哇，根本我们继续忍受下去，不可能我搬的吧？因为我一搬了就去好了，可能对面也是倒霉起来遇到那种人了哈。咁样我就说了 ，OK。咁啊，然后呢，嗱，你听下心机很巧啦。我用什么方法呢？很简单，我不用叫你那个绝招来了，因为他要打开门嘛。打开门呢，你要阻止各种噪音敲进来，阻止他的家人买了屋子，我们继续忍受那种噪音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看着。这个就是地毯了，哇，放好多粉了哈，对不对？它吵吗？不能关门吗 ？OK， 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啊！这我经常想你很久啊。干嘛？你去插到门口，看住，不能想其他的，给他看到。然后你看这个。或者很多炒点药油啊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臭死他，他药油什么？也没上去，他就解决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，为什么我们好好住在一边，为什么你干惹人家？就是那人只有他自己做土皇帝，没有想到自己，你自己有这么多害人的东西，你没有想到自己，只是想到别人对你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公平的，你看到别人怎么丑陋，就是你们的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用多说了，其实这个方法真难管用。如果我当初会用呢，我不会浪费很多时间。为什么？他一定关门的吗？他不关门的话，有什么后果？他的声音。我们官员们都吵到我们的生活的，你明白吗？你知有这些香港的地方在门口睡觉的，现在地方越来越小的，人家打开门，你官员们，你哪里在睡觉？所以用这个方法 very good 啊！如果你敢干，放那个小例子啊，嘿嘿的，就拍没关系，警察来到，你跟警察说。没办法了，很吵啊，我要睡觉啊，我关联门都很吵，我要睡觉啊，解决问题咯。OK， 拜。